现场的朋友注意一下啊，来活动外边地板哦，摩托车要行进，以及外围都有我们车辆行进，大家要注意安全。
Thank you.
这个这么高难度的表演。今天在我们帮家跑跑主持人中间有到在地竞赛团，哇，有好几个非常优秀的子弟特别为大家带来啊，这么有实力非常厉害的啊，那个传统艺阵的表演。哇，这个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考验以及我们的磨练来了。